己哈。然后呢，这十天中嘛，那是内观嘛，对吧？它是让你去观，观你的心嘛。啊，观当然是什么样啊？知觉嘛，知觉，知觉是一个什么觉悟啊？觉悟，到底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生命呢？你现在在哪里？然后你将往哪里去？往哪里去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还是在做销售，啊，可是你发现什么？发现你身体一直慢慢变老，啊，慢慢变，体力也在变差，但是你不断的在归零。好，所以他警觉发现，他做了一个不能把努力结果留住的一个工作。美乐家当然是相反，最吸引的是他可以把你过去所努力的点滴留住留下来，这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看得见的这样一个平台。所以呢，我讲这个是让各位去明白，美乐家并不是一个直销的行业。啊，美乐家可以吸引所有痛恨直销啊，不管他做过多久，或是说他没有碰过，啊，不敢做，他都可以吸引他们过来进来。好，那美乐家最吸引的地方在哪里？美乐家最吸引的是我在1999年9月的时候，我遇见美乐家，是遇见吴晓东老师给我一张名片，上面名片就写了这行字：95%回购率。我看了名片三天三夜都睡不着，因为我在直销大学讲课当十几年啊。各位看看哈，不管组织行销是哪一家，或者它的制度怎么说，各位去看这个表，这个叫直销因果论。什么要谈因果啊？谈因果，直销简单说就是什么样，要建立一个组织的市场倍增学嘛。所以我画这个三角形，让各位去看一看，啊，这个代表直销的经营者，经营者啊，我做安利，我不断的找人跟我一起做安利，那我的下线也推荐下线，不断的打造这个团队，这个建立组织嘛。那这个组织其实大家共同一个目的目标。对吧？要创造业绩嘛？业绩从哪里来？也从这里来的，消费者，从消费者来的。好，各位，直销为什么没有跟？为什么没有跟？就是要各位要警觉到什么？警觉到直销的回购率只有5%而已。这个是直销最后没有跟、不能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而不是说他们的产品不好。每一家的产品都很厉害的，啊，那个见证都吓死人了。现在都吓死人，啊，我们那个林子也是，但是为什么做到最后他会没有？因为顾客不存在，顾客不存在不是产品没有效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好，那也不是他们制度不好，不是，也不是他的公司不好，可是公司、产品、制度都为了一个指标，他们这三个都只是什么？要找创建一个好的业绩的条件而已，好的公司、好的制度、好的产品，他们都指向这个。啊，好的顾客进来，那顾客是比较能够长期忠诚的，都为了这个目标。而这个目标结论在这里，从报表看得出来在哪里。一般的直销就是 5% 而已， 5% 原因在哪里？ 5% 就是留不住，留不住原因在哪里？低价高卖，就这样，低价高卖就造就这个结果。所以直销到现在的好的病还没有被移除，这个病在直销里面称为癌症，目前还没有找到药，美乐家把它改变掉。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哦，我决定要经营美乐家的时候，坦白说我没有用过产品，我就决定要经营。我遇见美乐家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有用产品就决定要经营？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打滚了几十年，好，产品不好，那其他都不用再说了，何况是留住率那个就更不用再说了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为什么不需要用产品决定要经营？我一心一意去研究这个是不是真的，这样而已。我一心一意研究这个是真的就好了。所以我跟豪哥说要做的时候，豪哥非常兴奋的，他说真的还假的？我说一个蛋叔，如果95%是真的，我放弃当时候我一个月100万的收入跟你说美乐家。哇，他很兴奋的，他提供报表啊，提供很多证据。我说这些都可以参考，你的报表我只能说当参考。上法院的证据，法官的审核证据是真的吗？所以我必须审核你给我的图证，那不得了了，这个生意可以讲说不得了。以台语讲说不会值的北地的，对吧？啊，不会值的嘛，哈，好，所以我会在研究95%是真的。各位，我现在写一行字哦，让各位看一下哦。好的产品，不管的产品多厉害，好的产品，哇，它一定要指向这个回购率嘛，对吗？目标嘛，一定是这个目标。好，但是一般的直销达不到，加上制度就有很多变化了哦。加上制度也非常的棒，
那制度里面如果没有回购率，最后呢，这个还是有问题的。实际上有些人公司的理念非常的好，如果没有回购率，哎，它的结果还是有问题的。实际上它的教育系统很厉害，教育非常厉害，没有回购率，这是我们加上他们啊，很会促销啊，种种没有回购率还是广泛，所以不管前面的多好，如果没有回购率，这些都是我们的。所以美乐家是全世界唯一一家用95%回购率，很明确的对世界宣告，我的生意就是95%回购率。我现在客户超过10,000人，我每个月的回购率都是95.6、95.4、95.7、95.4，没有一个月客户已经上万人了，没有一个月的回购率低于95%。这回购率不是我自己算的，是公司电脑报表把它打算了。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月说我低于95%，我的回购率好，所以这是真的。好，那不得了了。各位认真想一下，有一个生意回购率超过95%，我上回到广州要回来前两天，竟然呢，竟然有阿里巴巴的股东被我们伙伴推荐进来。其实我们很惊讶阿里巴巴的股东啊进来经营美乐家。然后呢，有个做保险处经理是他一个闺蜜，很好的朋友，他更不相信，说我这个朋友很有钱的，有钱到你会吓坏，他怎么会经营美乐家？好，后来呢，我在酒店呢见了他们两个人，好，我也很好奇，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经营美乐家？哇，智者见解相同啊。他说95%回购率，这个就可以做。就他推荐了一个开服装店呢，6,000多家的服装店呢，哇，也是人哈，大陆的开店的多到吓死人啦。他们哦，如果这一店成功，他们就我那那看一看，所以很多开连锁店几千家都是很正常的。结果他们老板也被他推荐进来，被推荐进来，他就说，如果95%回购，我也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6,000多家店关掉500多家，那关掉的店很简单，就是顾客流失，对吗？很简单嘛。所以他从这个生意非常重要的角度去发现，不得了啊，95%回购。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，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听这个生意啊，真的你可以去研究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了。其他的产品公司制度其实都来辅助他这个结果，那也没有一家公司在讲回购率。所以不管他直销做多久啊，很少人到现在到今天为止，外面的所有公司没有第二家他讲回购率。因为回购率对一般的销售型的直销公司来讲，它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所以不能说的秘密就是是不可以告诉你的，所以告诉你绝对没有信心来说的，回购率不好。好，这是95%的回购率。好，美乐家很神哦，为什么他有这么棒的回购率啊？这是厉害在哪里？厉害美乐家的总裁用一个资产的一个概念转化而成，这个概念就在这里。好，每个月35点，美乐家最厉害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美乐家最厉害的地方。这个厉害在哪里？这个厉害很像我们实际一个100块，实际的厉害，用这个一个100块守住的，变成今天瓷器王国。在上回金融大风暴的时候这个联麦兄弟都倒掉，那一年很多的企业包括慈善机构的捐款额都很大的一个下跌，瓷器的捐款额没有受到动摇。各位不知道大风暴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哪一个人比较厉害，这个非常厉害哦。所以看看这两个制度，所以美乐家我们看看，如果顾客可以每个月回来，然后长期不变，那就不得了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哦。那我们看看美乐家这个王国，他怎么把它打造出来的？好，他利用的三个字变成美乐家今天的王国啊，三个字，所谓的叫做换品牌，各位念一下，换品牌。换品牌就是好，会让新朋友看看换品牌的重要哈。我需要还是画一个图，画一个青蛙的图啊。我很会唱歌，但是呢，很不会画图哈，所以我必须告诉你，我要画青蛙，你才会看得出原来它是青蛙。但是呢，怎么看还是不像青蛙。
OK， 好，那画这个图哦，这个青蛙啊，下面有一把火在烧，啊，火把在烧，啊，问一下今天的新朋友，好，新朋友，好，各位美女，好，你贵姓？双木林，很棒哦，记得自己姓名啊，真的，突然间被点到哦，突然间什么都忘记了，啊，我常常点一个人，他说你贵姓，说哎我姓什么，太紧张了对吧？我问一个问题啊，这把火如果不停的烧，不停的烧，这个青蛙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样？一米看这个青蛙，火一直烧，一米好，好，好，然后呢，帅哥，这个青蛙最后命运怎么样？就是它一直烧，不要停的烧，可以吃的对吗？好，四个字哈，必死无疑哈，就像以前那个中将讲的，一波一波赶紧。对，各位，他在一步一步迈向死亡。各位，如果你看到一些青蛙下面把火在烧它，你可以告诉他有一把火在烧它，你愿意告诉他吗？假如有你一个朋友、亲戚朋友，你的亲戚跟朋友住在二楼，但是呢，一楼的灰烧，一楼的灰烧，灰烧，好，但是他没有警觉到一楼的灰烧，那边呢 ，TN 呢，好。然后呢，一个不会照，你会告诉你的亲戚或朋友说，一两天会修，你愿意告诉他们几下手？你愿意？啊，不，这种一洗，我给你们来供了。好好好 ，OK， 谢谢。这每天就是这样而已啊。你只要告诉这只青蛙，下面有一把火，这只青蛙就是你的亲戚朋友。一两天会修，一两天会修。美乐家，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火灭掉，因为我们的。好朋友们，他们都是用的化学清洁剂，化学系的，98%都是用化学清洁剂，所以这个清洁剂每天毒害他，精皮毒。所以美乐家只是换个品牌，把他用的刷牙洗脸的换到美乐家无毒的，试用60天，觉得太贵太不好，可以退可以换，都可以，就这样而已。换个品牌，换个地方买。为什么换个品牌？就是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王国。所以美乐家的利益在哪里？他利用了什么？利用了这个换品牌变成这个定期定额的一个商业模式。可这个定期定额，他摇身一变，如果他真的是可以每个月每个都回来，他摇身一变变成什么？变成了资产，变成了资产。有一天，魏老师在演讲，他报了他的报表，他报表啊20000多人，对吧？他说我这个报表一堆做了，来这一堆做美乐家的报表。以前报表是每个月公司寄一份来，对吗？报表，我记得不给跨龙做啊，但我去统做，去统做，每年可以生出一栋豪宅，几千万的豪宅，每年一做也写出，一单都写出一栋出来，可见什么？可见那是变成一个资产，它变成一个资产。好，所以美乐家我们在利用朋友换品牌的时候变成资产，这个资产来帮我赚钱，它替代了我的身体在赚钱。所以我的邻居呢，他上个又进阶了。我博凯推荐那个邻居啊，薛了啊，赵慧淑，啊，慧淑呢，我那个邻居呢，他现在进阶速度也很快，啊，他们家呢，我讲完你们要挖一下，他们家有160间的房子在出租，哇，取一个名字，国王的什么？聚宝盆，那一片 CD 大概流传大概有100万卷，应该有。我们说美乐家在2007年大陆开张啊，还没开打，大概有300000-400000人。在听我的演讲 CD， 那我们的韩姐哈，她说哈，我自己贡献200万人，对吧，韩姐？对。哈哈，啊，她那边就大概200万人在听我的 CD 啊，但当然现在是很难预计到底大陆多少人在听我的演讲。我一直在等他们民主开放选举啊，哎，我就啊，对，那时候再回去吧哈。所以其实那时候大陆总经理要我去大陆演讲，其实我是很害怕的，坦白说。他一直邀请我，一直邀请我。我说我会有风险啊，会有风险。自从老师在那画一个圆圈，人家就是法轮功来的，对吗？啊，会有风险。我说我还是不要去好了，啊，怕被抓起来，啊。然后呢，总经理跟我怎么说呢？没关系啊，我们的关系很好。如果你被抓起来，我会把你保出来。本来有点心动，说去讲讲看，你这样讲我就更不敢去了，哇，这真的会抓起来的嘛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我在桃园就开讲这一批，好，
很神奇的跟各位说，如果今天的西医有跟你讲仙丹诞生，你会活活吓死。西医跟你讲仙丹诞生啊，各位，这一瓶是西医自己承认的仙丹，他自己，我怎么样说，西医自己承认，西医是一个治疗什么，治疗症状的医学，他 不管你什么原因处理头痛，不管你什么原因造成头痛，我就要让你的头痛好了，这是西医学，对吗？我不管你什么原因，西医只有处理的症状，他不处理根源。所以呢，他们没有说哦，疾管呢，底发白呢，哎，对他们来讲哦是笑话。可是呢，在1995年，他们自己承认了这一批。1995医学诺贝尔奖诞生，以自由基的理论诞生。自由基的理论让全世界医学公认，它就是所有造成疾病的原因。哇，不得了了！不管你现在身上什么病，它就是自由基造成的。简单说，如果你可以打败自由基，什么病都会好。这个葡萄籽就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抗自由基的一个产品。这不是免得这样讲的啊！所以呢，各位啊，所以葡萄里面最营养的就是它的籽跟皮。我们另外一瓶是皮，跟葡萄皮，这一瓶是葡萄籽。所以吃葡萄一定要会吃，买一斤葡萄回来吃，把籽跟皮吞进去，把肉吐出去啊。吃了一辈子的葡萄都吃错了，是吗？肉没有什么营养啊，各位如果要营养，一定籽跟皮最好。啊，没那情况哈，吞能量得喝啊。好，葡萄籽抗自由基非常重要。好，第一个它对灰蚊症。我在林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医生叫林清野医师哈，他的妈妈也吃我的林芝吃100多万，坦白说吃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好，最后就是灰蚊症没有好。但我跟他讲葡萄籽，他听不下去，因为他听我的演讲听十几年都听林芝多，所以突然间讲葡萄籽，一听也没对，两个习性嘛，对吧？好，我就跟他赌说，你妈妈的灰蚊症，我一定有办法帮你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跟他说你放心，因为这可以试吃60天，试吃60天。好，结果呢，真的2个月之后呢，他妈妈灰蚊症好了，感激的不得了，所以他对眼睛就非常的好。啊，这样他对皮肤病，对皮肤病，在十几年前我在这里演讲葡萄籽的时候，有一个妈妈，我演讲完来问我，老师，听你说过异位性皮肤炎保的是有效，我说确定有效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吃了一年了都没有什么效，一年。我问他说你怎么吃，他说我每天很乖的吃2颗，从没有间断。吃2颗，我跟他说，异位性皮肤炎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你可能需要一天吃10颗，一天还长不了，老鸡还短命，我还长不了干嘛安装？那时候呢，我包包随身携带一个，中研院帮我所检验的，我们用美乐家的葡萄籽给他检验，说一天一个人70磅的体重可以承受多少的葡萄籽的量，它不会产生波动，这是我们检验出来，结果呢最。我们一直加量加量加到半公斤。为什么美乐家做不好？因为你有不好的信念。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果不好，你说有一个果不好，你的美乐家不好，健康不好，财务不好，工作不顺利，这个是个果，这是个外向。你要回来找这里，回来找这里，你的内在一定有问题，你的信念一定有问题。什么叫信念？如果你现在健康有问题，我跟你保证，你想到你的健康，它的评价是负面的。你最想到你的健康哦，哦，我抵抗力足歹，我足惊病的，啊，本来阿得感冒，我拢先感冒。他想到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会创造出你的哦，本来阿得感冒，你先感冒，对吧？你的就是，所以你要回来改变你这个内在，每天上面很好，啊，这个皮肤问题，啊，三个点问题，啊，操作问题。啊，这就不啦啦，找无人。哦，我一个伙伴，我打给他说，哎，你即马冷气哦。伊甲我安怎，老师，我无冷气，我是软气。我讲有啥无同？伊讲冷气是死气，软气还搁咧叮当，是无咱尔。我真的，我笑个，我甲伊挂完电话边啊笑个。不是电梯，是冷梯。我要跟各位说，为什么冷？为什么冷梯？查甫人上惊冷梯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会冷梯？一定你内在有问题。
爱底梁接受的。那信念是什么？信念是一种潜意识，各位明白吗？不是你知影，你就做会到的物件。我即摆讲道理，道理不好哇。有人听经三十天做不出来，是安怎？因为听经买得到地位哦，会得到智慧。这种智慧是属于什么？属于文慧。文慧用不出来。我听经说法，听道理，听演讲，去参加潜能训练，拢无效。为啥无效？因为听着尔，没有实证，没办法。为人吼，听个人讲了真好，听师傅讲经，听一个讲师讲了真好，伊嘛感觉真好，家己去思考，思考了感觉真有道理，合科学、合理论，嘛是无效。伊得到这个地位，得到思慧，得到思考之后得到的认同的智慧。各位一定要进入一种修慧，因为修慧是可以直接跟你的潜意识通达合一，然后把它转化来一个智慧。各位，那怎么样去达到跟潜意识沟通，然后把它转化？我有对身体负面的，我对我的信心为难什么？为难起没自信上瘾，为难起恐惧上瘾，为难起能咖上瘾。他已经上瘾而不自觉，就这样一天过一天。他以为理所当然，我这是我的个性啊，这是我的能力啊，你们要叫我安怎呢？想我就是安尼啊，明天就是安尼啊，不会安怎呢？从心下手，所以心书心书，好，所以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就有过不去的心情啊，对吗？心咬住，它就住在了、啊。可是心是怎么样？所以我跟各位分享，信念创造实相，一定要了解从信念下手。信念是什么？信念是一个潜意识结构。那信念是什么？信念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基本假设。信念是坚定不移，虽然是基本假设。我的身体很强壮，很不容易生病。这个人真的很不容易生病。有些人找车位就会身心不遂，我每一次都很幸运，都会找到车位。有些人就说，我现在车位很难找，哪里去找车位？到哪里也买都没有车位，到哪里真的都没有车位。信念创造实相，对吗？好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你要从信念下手，你一定要先了解心的结构。如果你不了解心的结构，信念如何养成，你就不得知，也对它无所奈何。简单说，你就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心的或者信念的什么奴隶？你就变成心的奴隶。你叫你求你的求，叫你好也好，叫你求你的求，叫你弄皮的弄皮。你没有对他没有反驳的力量啊！抽了香烟我没有办法戒烟啊，喝了酒没有办法戒酒。就是爱上赌就没有，你已经上瘾，我就无力上瘾，上假假的，好像毒品一样。各位，今天我必须对你的心开刀。这课程的最后，希望我用对你的心做一个开刀，觉知自己，原来你可以当心的主人，可以的。怎么下手？你要先了解心的结构跟运作。只要你了解心，喜上面倒开来。然后它怎么运作的，你就会知道哦，这个信念这样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由你去操控它，那就不得了了，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主人了。那新的结构是什么呢？新的结构叫做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，是想受行，好、哦，是想受行。各位如果不会背你的新的结构，你就会说被这样是想受行了。谁想修嘛？哈，是想受行，对不对？是想受行。一般我们讲受想行识嘛，你的心的结构，那个心啊，把切就西归哦，见起火轮功哦，哦，这是你的心，切四边就是你的心吗？你的心个切切的，就是你的结构嘛，你的结构就是是想受行啊。是什么？是就是你目睭所看到的、接触到的物件。比如讲，哇，即卖经济无好，哇，即卖有面咧食有人无变做诶，还是讲咱咧，你看到，这是一个现象。看到了，就是一个信息，一个意思是吧？六根接触六尘，接触了有一个地识出来，地识了会经过修，经过修，哇，修得千变万化了，千变万化。
为什么赶快起牛？微软可以前八大，微软可以做得很好，赶快起牛，赶快生命，赶快这条，赶快这时钟，赶快这个现象，赶快这个条件。但是微软来接了，今天微软今天不好，因为微软有信心，微软没信心。信心没信心，我突然这个现象了，我开始就想想的五花八门，五花八门，五花八门了的产生一种想想感受出来，有想就会走进感受，感受就是让人会死的所在。要有你的感受，讲我无力，安尼我无力。你有力甲无力，马上你家己讲诶，马上你家己想诶，别人讲诶未准确。这个感受了会产生一种行为出来，所以是享受型，是享受型，是享受型。这个伊结构甲运作，到尾这个型经过时间的运作，就变成一种习气。啥物叫做习气？这罐酒家己无了，拢无半滴酒，那个鼻有酒味无？有酒味，遐坑你啊！啊，经过时间，伊酒味会慢慢落去。所以，你要让你的潜意识改变，你莫有新的酒入来。潜意识若是讲这杯内底酒，想莫有歹的物件入来，了伊就会慢慢无来哩，无来哩了后，你搁换一种味入来。这个关啊，就会变同款百种的味。所以改变潜意识，意识跟潜意识在修炼，你来改变，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呼吸，观察呼吸。你要怎样呼吸？经过你的鼻孔入来，哎，这个呼吸，这个是右鼻孔还是左鼻孔？要改清楚。这个呼吸是练来修的，一观察呼吸，专注在当下。关注就是觉知，觉知就是意识。结果发现他那种现象的时候，他就是潜意识。所以意识跟潜意识这个时候交接，这个时候交接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可以做主，我不能让外面的做主。所以依照你现在潜意识慢慢累积，慢慢累积，最后他咬住你，上瘾，咬住你是因为你这个感受一直不断。一直不断，一直不断，不断，怎么变习性上瘾？怎么控制你？有时候你的意识想变个翻脚，已经无得啊！他那个潜意识已经变成野兽，唔是你变花的，变花的呢？你食薰十担，食酒十担，你唔是讲要戒就戒，想会到做会到，因为潜意识力量太强大了。但是你还是可以，方法对了，你可以每天五分钟开始去练习。所以各位请记住。你是新的主人，信念创造实相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有时候卖能看嘛，打你我都，因为心在你的体内，由你来决定。我只是一个旁观鼓舞者，所以今天这么多人回来在这里练气，我希望今天来没有白来，可以得到满满的能量，好不好？好，健康财富每天都带回家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的时间，谢谢。